来，我们看一下那个多相似的乘除这边。那我先讲一下，我总共会讲两个题型，那请你记下来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现在第一题，第一是最简单的部分。那我先讲一下，我用的是分离系数法，好，所以请你仔细听。好，我们看怎么做第一题。好，做法是这样子哦，被除的数字呢，被除的这个多相似的没有，要摆在哪边？摆在里面，所以这里会写多少？二加三加四。好，注意听，因为我们有很多作业要考嘛，对不对？请问你一般模拟，你怎么知道？看这个次方，如果它有按照数据写的话就可以，如果有少的话呢，就模拟。比如说这边，这里是有二次方、一次方、常数项，是不是都很完整？所以写二加三加四，这样就好了。然后这里是不是写 x 加二？是这里写多少？一加二，这样懂吗？好，摆好之后来开始除了，怎么除呢？我这是两个数字，所以一次除几个？就要除两个。好，那看第一个数字，请问你一怎么变成二的？是乘两倍，所以这就乘以二就好了。好，所以变多少？乘以二变成了二加四。然后接下来往下减，二减二是不是零？三减四嘞，负一。好，注意听哦，因为我那天看到礼拜六有人来写这边写的时候，那个对又痒。接下来你怎么办？一次下来一个数字，也是一样变两个。好，再看一怎么变成负一的？是减负一。就好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呢，这个把它拿掉，来乘负一乘进去变成了负一减二，接下来往下减，所以变成了六，看懂吗？好，所以答案结束了，这个就是三，这个呢就是余四。好，那请问你三二减一应该怎么减？对，应该写二 x 减一才对，然后余四应该是六，这样问题可以了哈。好，你把它写上去。